今天到家乐福来逛一逛，买点东西，顺便看一看现在这个物价水平到底是什么样。这牛肉说实话不太常买，概念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感觉这价格非常的贵，是草原牛肉，科尔沁的，国内的吧，草原牛肉。这个家乐福的现在的人比以前少多了，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家乐福里边的人特别多，尤其到了周末周六日的时候简直是人满为患，人挤人，但现在的周末好像人特别少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多了，连一个零头都赶不上。家乐福的这个法国法资好像我印象中好几年前就已经撤离中国了，现在这个家乐福是由中方独资经营吧。那么酒这是葡萄酒，我对葡萄酒不太了解，没有什么研究，但是我觉得这价格好像也不是特别便宜，对于普通人来讲一瓶酒200多还是比较贵的。请您与其他结账顾客保持1米以上的间距，谢谢您的理解。